好，我们这一次来一场互动。哎呀，我靠，这是秒满呐！我靠，真是秒满啊！这个，天呐，这个秒满，我没想到。我刚想进这个观察位呢。今天这个网速确实有点卡，然后我这本来想一块打局团战的，看了看这网速的话，基本玩不了。我舍友这边这个打撸啊撸也是卡出翔啊，所以说这样我们就随便打一局吧。我本来刚才想刚想进这个观察位呢，结果这个房间秒满了，也是可以看到大家。可以看到大家非常积极。那么这边挤进来的还是以联通的居多呀，都是联通的居多。好，那我们这样的话就开始了，我们就打一场这个新出的这个江南园林。当时一直没有这个我们先开再说啊，先开再说。好了，我们这样就来到了这个新图。那么这个新图上一次做评测的时候呢，我们是没有来看这个图的。这个图其实，你看这卡了，你看这卡了，这卡了没法玩了。我这样就是。就是随便这么一打，然后这个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，我这个图还是挺有意思的啊，走的是一个中国风的路线，然后阴人的地方挺多，比如说这个窗口这个地方，看没有？看没有？哎，这个太猥琐了，太猥琐了，你看他还没看到我，然后中国风我挺喜欢的，跟那个东方古镇是一个风格啊，然后中间一大特点呢是那个中间那个水呢，哎，这有个人呢，直接开扫给扫了个爆头啊。中间那一滩水是可以反光，不知道大家没有看过，有没有看到？我可以带大家去看一下。我们这一期因为网速比较卡，所以说，就是随便一打啊。这个杀敌不是关键啊，主要还是这个能蒙几个，主要还是带大家这个看下新图。好了，我把这边水打开啊，NK 打开。好的，好，被打死了。这边这个水呢，大家可以看到是反光的。其实，不带大家看，相信大家也都注意到这个问题了。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？就是中间那个水呢，中间那个水。你站在上面看这些影子呢，是没有影子的，有没有很诡异啊？我当时看的时候吓尿了，我低头一看没有影子啊，什么情况？好，这边一个人，我们撇个雷过去炸塔，哎，这个今天电脑有点卡，哎，把它炸死了啊！谁的黄金 AK 啊？土豪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是 ACE 啊，我只是随便一打，今天是个 ACE 啊，然后这边网速比较卡，我就不认真打了，就随便这么一打。你看确实比较卡，这两天这个宿舍的网呢，这个宿舍的网也是。不大好，不大好。这个做直播的时候也是老是断线啊，直接泼他一个爆头。上面我刚才看上来一个人，人呢？你干啥？这是发呆嘛？他们在这，他们在这里各种上镜啊，还有人这这个上啊，下边还有没挤进来的都是这个比较忧伤是吧？我靠，溜到不行，被他刀了，被他刀了。好啊，那我们现在还是第一。这个地图带大家一块看一下吧。那这一期既是一个互动，也是一个带大家看看新图。我们就目标呢不是杀人了，我们就是来这边逛一逛。可以看到这个，我还是比较喜欢这张图的。为什么呢？你看这些细节处理得很好，比如说这边还有这个书法，哎，我当时对着这个书法呢研究了很久啊，写的确实不错啊。这边还有这个国画是吧？我看这边他们在聊什么啊？我们俩单挑一场，让我上镜好不好？气死了，气死了，我也是醉了啊，我也是醉了，因为这边这个，这个互动的话，互动的人确实比较多。我当时在个跨服啊，我在跨服频道啊，就那个在那个频道的时候，我一看底下那个聊他们聊天就刷屏啊，这一页一页的刷啊，然后一个房间只有15个人嘛，所以说这个东西啊，如果没挤进来呢，也不要太伤心啊，还能挤进来的话呢，就说明运气比较好，所以说要有一个。平常心来看待这件事情。这是在敌人老窝吗？我们去刀了他，我们去刀了他。来，敢不敢回头啊？来，吃我一刀！nice 啊！简直是好。那么可以看到打的也非常激烈啊。我们这边的第一名是我们战队的啊，不错不错。很给我长脸啊，很给我长脸。这冲到家来了。他们这个让我上一下镜好吧？其实每次互动的时候都会有人这个私聊上镜啊，这是可以的，这是可以的。好，最近换了个新鼠标，但是好像发现被坑了。这个鼠标呢，现在已经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，比如说你这个经常自己跳啊，自己乱跳，这个准星自己乱跳啊，然后感觉当时那个嗨拍米饭跟我说，他说这个鼠标我买了绝对被坑了，我当时还不信，我看现在用2天果然是被坑了，这个鼠标毛病特别多。第一就是它这个电量，我是买的无线充电嘛，哎呀，这卡的，这个买的无线充电的，结果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要充电就没电，然后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就是它这个跳老是自己跳，
那准星呢老是自己跳，哎呀我真是蛋疼无比啊，所以说过一阵呢我还要再换新鼠标，不过到时候等换电脑的时候再一块换啊，一个好的装备打枪战游戏是很必须的啊。今天的网速是有点卡，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，那我们直接开扫吧，哎扫掉两个，哎哎我换手枪怎么又给我换回来了啊，哎呀哎呀哎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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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行了不行了啊，好确实有点卡啊。好了，那这个新地图呢我相信呢也就是这个火，估计也就是会火爆这个啊，这次没打死才打70滴血啊。这个我其实这一局开始之前是讲地观察位，专门给大家光做解说就不再打了，结果没想到和大家这个热情太高涨，一下就给我秒满了，搞得我这边啊非得打一下，就打一下的话这边肯定打不了好成绩啊，一是网这么卡，二是这个鼠标又是这么一点问题，所以说让大家见谅。你看我现在战绩呢是16杀16死10啊，这个战绩其实是不是很好。好，那我这边也是，这边都是在扫射，这边打得好激烈啊。好，这边打完了，任务失败，马上是89-10。好，那我们这个互动呢，到这里就结束了，然后感觉好快，才5分钟，这样我们等一下呢再去临时再加一场。那么先念一下这一场的名单，那当然我这一局打得比较随意啊，打了个第二名。那么第一名是我们这个战队的叫快乐无极啊，那第二名是我，第三名是爱拍傻瓜。哇、哦、这个第四名是什么鬼，他等级竟然是0，哎这是卡了吗，这个军衔这个图标也没有啊。然后是叫 Freeze XX， 然后是浮生忧伤，然后是这个砚台啊，然后是这个 KR 上帝，然后是武媚娘91人 Kevin Hair 鬼影，燕子新聪念西飞阿豪，这个洛尘啊，当然这边能挤进来都是比较幸运的，哎可能是你手速好，也可能是你这个正好卡在那一秒挤进来了，所以说还是要恭喜的了。那我这边再临时再去加一场啊，临时加一场，因为这边这样感觉呢这样感觉还是一场的话确实有点时间有点短了，这样我跟他们说一下，他们自己退一下，这样上过镜子就自己去玩啊。好，我们再去新建一个房吧，好，再去新建一个房吧。哇谢谢你啊。好，我这个没吃晚饭，我让室友给我买的晚饭啊。好，我们这样再新建一个吧啊，新建一个。很多人没挤进来，表示比较遗憾。我为什么一般都不打？为什么一般都不打这个生化？很多人问为什么互动不打生化？我主要还是考虑到可能会粉丝会给我送人头什么的，这样的话可能会被喷子骂啊，我就尽量避免，把房间数移满。好，这样就再额外加一场了，临时加一场，看一下，还没有人挤进来，我靠，这不是吧？这房间竟然都建不了了啊！哇、哦，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想加都加不了。好，我们这次密码是998，哇、哦！看这个跨服啊，一直是一个风水宝地啊不行，我还就按错了，按错了，卡掉了，再来。那这个挤频道我提前交给大家了啊，点一下这个，然后一人空格啊，好了，挤进来了，然后我们再建一个。哎呦，这个今天看来是。今天注定是只能互动一场了吗？啊，我这个也是要拼运气的，就是如果有人正好推出来啊，然后我们正好建出来就能建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先尝试着，等建好了以后再继续。好的，我们终于又建好了一个房间，不容易啊。然后，这边刚建完呢，有很多人就是这个一涌而上啊，一涌而上，这样我们就再开一局啊，再开一局。当然了。怎么就进了？谁让你们进的？我靠，这他们就开了。我这边选的是快速开始。哦哟，那我们就再打一场这个第9区吧，因为这边网速还是比较卡。然后再额外给大家
多加一次机会。哎，我怎么发现有几个人呢？运气不错，还是几个人挤进来了？什么虫子？什么虫子？把打死！哎呀，我最害怕虫子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就进去了，我们进去了。好了，那么第二场互动就开始了。这边网速比较卡啊，我就随便打了。好，上来发现一只鸡，去死吧！啊，杀鸡给！好了，啊，杀掉这个鸡以后呢，我们看一下这打个人战，打个人战，我这边都有人已经打出五杀了，相当溜，成一个光头强啊，吃我吃枪子儿，吃枪，哎吃，这才打48吗？这打头才打48吗？好，可以看到这个，非常打得非常激烈，打得非常激烈啊，确实是这个，打个人战嘛，就是到处都有人啊，一复活就打啊，这个第一名还是我们这战队的，可以啊，很给我长脸嘛。好，哎呀呀，哎呀，什么情况？有点卡。哎呀，这没掉血。今天这网速是差不多，就是每到差不多这个点吧，大部分所有就是都在玩啊，就是有点卡。啊，我这边裸脑袋打。哎呀，哎呀，不行，我快不行了，卡出翔了啊！好。那么我们这边临时加了一场，那么以后的互动呢，还是就互动一场吧。刚才，之前大家看到了，我这个建房间，房间太多了，都建不完。那房间我是就是额外加了这个啊，一直在那里建房间，不停的在那刷房间啊，在那刷房间数，刷了好久。好，他说我是村本团一个人私聊，我说我是村本团曾经啊，虽然没挤进来，但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啊。我就回复他一句吧，啊，我回复就 OK 啊 OK， 哎，不是这个人是吧？啊，是这个人。好了，我们现在不是我们快垫底了，来，赶紧追一追。我真不知道躲哪里啊，我们就躲着箱子后面了。你不要跑！哎，怎么这么水？这都点不到！哎，光头强啊，直接开扫啊，直接开扫！真是的，点个毛线啊，直接开扫啊，直接开扫！你看这扫射爆头的这个爆头是吧？那我们换这个荣耀啊，荣耀这个稳定性比较强，扫射非常适合。哎，直接开坡啊，直接！哎，这是这个 AOTY 的话讲，直接开坡。坡，哒！啊，这么个坡吧？哎呦，不行啊！这压枪叶的这个爆头线压的不对啊，这怎么打半天打不到人？好。现在呢，我们是才杀11个，哎呀，复战机了，拿出我们的 USP 神器啊 ，USP 神器，哒！不行，算了啊，还正儿八经打吧。好，这个枪法呢，确实是比较水了，尤其这个扫射，感觉扫不到，那点射也点不到了。呀，还有人被打掉了。感觉应该是网速卡的是吧？怎么打的人身上感觉打的好艰难。哎，好了，那我们这个 ACE 肯定是没机会了。互动嘛，还是就是跟粉丝一块玩一下就算了。这但是重连，这网速这是宿舍的网速堪忧啊。这个已经是十兆了，还号称十兆，这十兆还没有家里的三兆好像。有的时候顺畅的时候就好一些啊，有的时候挺顺畅，就是玩的人用的人比较多。他这个10兆，我估计是整个楼就一共就十兆吧，是吧？我觉得是。啊，到处都是人啊，到处都是人。真的吗？他们不卡呀？哎，咱们去蹭他们的网怎么样？咱们去要他们的账，他们要他们的无线网密码，蹭他们的网。太机智了，我只是开个玩笑啊！开坡，哎呀，直接，哎呀，直接被这鼠标的事啊，网速的事吧？这子弹打人上，怎么感觉不掉血啊？这个是无敌，应该是。哎呀，你看这个为什么一滴血都不掉啊？对不对？本星确实红了，应该就是网速的四啊，网
对对，然后这个技术最近也是比较水，很多因素吧，它导致我现在这都负战绩了，这还玩个毛线，还玩个毛线，杀23死23。这个主攻，啊，你看这，哎呀，就是每次他们都会扑在我身边。好了，那么这一局也就接近尾声了。最后呢，啊，24-24啊，很庆幸不是负战绩啊，很庆幸不是负战绩。我觉得在结束前呢，再打死一个吧。完了，负战绩了，不、哦、啊，没想到最后我竟然负战绩了。好了，那么这一次互动就到这里了啊。其实应该说最主要还是啊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右上角的这个荣耀 AK 的这个击杀标志换成了刺刀啊？我是刚刚注意到。那么我们还是念一下名字，然后今天互动就结束了。没有设观察位啊，因为设观察位的话，我只是在这个观察位上这个解说一下就算了的。然后第一局也是。进的比较快，一下就满了，没挤进去观察位。第二次呢，直接我就没设观察位啊。好，那第一名呢是这个鬼影，哦，连同一期的鬼影。啊，第二名呢，双线一期的 Love 回忆，然后是快乐无极啊，还这哥们儿，这哥们儿，这是从我战队跟过来的吧？啊，第四名是 Later God， 爱拍傻瓜啊，这家伙也是来了两次啊，还挺溜啊，挺溜。然后 BW 锋芒啊 ，Mars 木少，神圣荣誉。兰菲等，这不是，这应该不是个英文单词，这应该就是个乱打的啊。LANFDCA， 然后是我，然后是依旧梦，然后是路口残魔，火麒麟阿豪 ,13961322300。好啦，那这个咱们互动到这里了。这电脑呢确实该换一下了，我也不知道是电脑问题还是网速的问题还是技术的问题。可能都有问题。那么这个或许这个换了电脑以后呢，然后这边的这个什么的都会好一些啊，都会好一些。反正现在联赛什么的啊，都是打起来都特别吃力。我上次拿那个小号打钻石一啊，打钻石一，虽然也是把把都是 ACE 啊，但是那个战绩啊特别臭啊。原来都是杀几十杀死一两次的啊，死那有点夸张啊，就是死都是个位数啊。然后上次拿那个小号打了打，发现也都是这个打的比较水的。好的，那我们这边互动就到这里了。哎，他们竟然又进去玩去了啊。那这样我们就这个下期再见。那想参与到互动中来，可以。加一下左上角的 QQ 号，那么每天啊不是每天啊，每个星期应该都会有一次，具体的时间密码什么的呢，都会在空间里呢通知。好的，那么我们就这个下期再见。